共读《论语圣训》第三册第432页，西元2009年10月23日，发一光耀泰国弘恩佛堂。民国98年岁次己丑9月初6日，泰语三天法会哪吒太子慈训。生命之庄严，在于德行全，体认悟真谛，开创价值念，充实己内涵，孕育智慧显，今世方成长，圆满品廉见，调剂兰花照无奈。哪吒太子奉母命降人间，隐身参叩皇母言，问各位可平安？玉不琢不成器，显人不学不知道全，其志灵学山亦然，今虽庸，淡淡奋